科委的家属想来看一下受伤的警员，没必要吧？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这样子的要求有点过分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爆炸案的背后，并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的罪行，也许是更深层的原因。 什么原因？科委的电脑屏保上是一张自杀者的照片，上面有“欲望之城”这四个字。欲望之城，你确定吗？我看过那张照片，“欲望之城”有什么含义吗？你还记得上次追击咱们俩那个杀手吗？他的手机里。 也有一张尸体的照片，上面也写着“欲望之城”。欲望之城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暗世界。那你怎么会知道？你的伤和他有关系吗？可能吧。好了吗？这样的时候多吗？还好吧，跟你们碰到伊娜的概率差不多。 像我们两个这样，要是真的在一起的话，应该挺难的吧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你对你的语文课代表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没有。那伊赛亚小护士呢？我去看看饶芷。恐怕还不止他们两个吧。 只有你，谭淼。夏医生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 是啊，怎么了？我还不能来看看你？啊，不是。我想跟我女儿说两句话。啊，你们聊，正好我也要走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iQIYI